我哋咧唔敢太多，講下我哋嘅傑出校友健呢一件啊，好健嘅，影佢好啦，冇影過啊，打你噶啦，冇影冇影，快啲片啊，大佬，風箭養我，但絕對係記得唔成噶，所以咁人哋啱啱呢個，講幾個你心裏邊可愛啲名啊，聽下，張曼玲啦，蔡炳亨啦，唔追過你嘅，啊唔係，呢啲好頭頭。無論身處海內外的培訓和外都應該支持我們的會，認捐號碼就是18002737，報名叫他們拿，報名叫他們陳宏生會長，電話電話不用的了，只要你捐款的了，我就現在這個房間這裡就好了，我轉交給陳宏生會長的了，你呼籲一下，大家踴躍捐資支持一下，有這個人之路，記住大家支持一下，所有的活動是 yes yes 重點啊，你今天是討論一下張教授對於未來十年生活的打算的，終身大事是不是，你覺得終身是怎樣低先的，張教授真的不知道，即是終身是不是一定要建大件事，一定要有的，我覺得是剛剛食的嘛，這些是真情對話，這些是真情對話嘛，輸人繼續師妹多師妹真的是特別關注，冇錯啦，見到有靈就有發熱咯喎，有靈之前係啦。喂，點樣關照啊？我需要請埋佢講講點樣關照師妹咧，講嚟聽下先，係。安大略生，嗰啲入箱號碼幾多啊？34嗰啲啦，搞三搞四。依家有幾多啊？爆咗九幾多價頭啦？請打下邊嘅 email。係啊，想重温以上片段或者想聯絡當事人，請向以下網址。總之有講就啦。我哋都好多謝，1977年就已經畢業嘅。超威，我哋訪問馬帥就學畢業嘅，同你而家佢四歲已經讀中文啦。1977年就已經畢業。張正強教授，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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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